多謝主席，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衛生局在本月的9月9日起就開始分階段為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滿6個月的合資格人士接種疫苗的加強劑，並且容許市民混合接種不同類型的新冠疫苗。由於新冠疫情的持續且不斷地變種，加上首批參與接種的相關人士已經接近1年，疫苗的效果和保護力逐漸降低。本人十分認同局方在經過科學分析和聽取市民意見之後，開放市民接種加強劑，讓有意提升免疫水平的居民可以多一個選擇。建立群體免疫屏障，對於確保本澳經濟整體居民的生命健康、恢復社會對外對內的生活秩序、推動社會經濟復甦都有著積極重要的作用。雖然當局現在已經是積極地推動，以及透過不少的社團組織、學校和企業的配合，但是疫苗的接種率雖然是穩步上升，但是與鄰近的地區以及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接種率依然是有一定的差距。據資料顯示，至今完成了兩劑新冠疫苗接種的接種率只有約55%，完成了一劑的接種率約70%左右。在這個基礎下，在本澳推動加強劑的接種工作將會存在一定的困難。世界各地亦都有充分的臨床數據說明接種加強劑有利提升抗體的濃度和存續性。現時鄰近的地區，例如珠海、廣州、香港等地，都已經開展或者即將開展加強劑的接種的工作。加上本澳選用的兩種的新冠的疫苗已經在全球廣泛地接種，出現嚴重不良事件的案例亦都不多，具充足的安全的條件開展相關的接種的計劃。然而，對於本澳居民嚟講，接種加強劑或者係容許抽針，始終係新嘅事物。一般嘅居民係咪有足夠嘅認知同埋信心，將會影響加強劑接種嘅成效。為此，本人提出以下嘅建議：一、藉住加強劑計劃嘅推出嘅契機，推出疫苗接種嘅友善措施，例如鼓勵企業同埋政府推出友善加強劑接種計劃，例如提供疫苗接種後的休息時間，更加重點地為接種者提供更多生活的便利誘因，例如加快與內香港完成疫苗接種記錄的互通互認的工作，解決技術層面的銜接，在社會經濟活動上面研究為已經達到一定比例疫苗接種目標的企業給予一定程度的支援措施，又或者在今後一旦疫情變化可以豁免他們停業的限制。第二，加強宣傳，增強接種的意願，建議持續透過線上線下公布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的加強劑接種或者混合接種的數據的情況，為居民提供詳細的問題集，重點是說明接種加強劑的必要性以及的優缺點，方便市民根據自身的情況作出選擇。在此，本人亦都再次呼籲市民因應自身的健康情況，積極考慮接種新冠的疫苗，共同築好免疫屏障。第三，做好各階段加強針的接種計劃和配套，建議當局盡快公布完成首三類優先接種人士接種計劃後的後續接種的安排，例如包括下一階段的開展時間、可以接種的年齡層，以及具有一定比例接種率的學校、社團、企業等組織，提前部署加強劑外展接種的工作和接種的專場，研究與私家醫生合作開辦社區的接種，提供更加便民的接種措施，從而提升社會接受加強劑的意願。謝謝。